家里的这种小朋友来开，或者是说当第二台车的话，大家应该有注意到，就是 Lexus 的 LBX。你看9万多公里的车，你不觉得它的感觉还蛮新？那尤其是呢，这台车子刚刚提到税金几句1.5。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